一嘅好節目當然就係唔少得尖沙咀嘅花車匯演啦，係江韻瑤啊。匯演咧仲有半個鐘頭就開始啊，大家係咪好興奮等緊睇匯演呢？冇錯啊，尖沙咀呢一度兩個字講得曬，就係人多。廣東道同埋海防道啦，基本上已經係企曬人，係密密麻麻插都插唔入噶啦。咁嚟呢一度等睇猴年花車嘅咧，除咗香港人之外，仲有唔同國籍嘅人噶。甚至中國哈爾濱嚟嘅都有啊！咁大部分咧都話咧天未黑已經嚟到噶啦。嗰啲要靚位啊嘛，如果遲咗咪睇唔到咯。第一次過嚟啦，所以帶埋小朋友都嚟感受一下呢個氣氛咯。因為今年我又係屬猴啊嘛，咪嚟湊下熱鬧咯。因為香港這個花車巡遊是很有名氣的，所以說我們想帶孩子一起來看一看。很期待啊！巡遊就會開始，但係咧而家先有一啲咧唔同嘅隊伍表演啦，喺度奏緊樂，同大家暖下場咁噶。咁提提你啦，如果你係揸車喺呢附近嘅話咧，今晚個巡遊完咗，最快11:30啦，附近嘅主要幹道先會解封噶。祝大家猴年快樂！好，我祝你咧猴年快樂，新年進步。初一的節目不單止是看花車巡遊的，還有大埔林村許願樹拋寶碟，繼續吸引了大批的市民祈福許願。林子文報道。Yeah! 想願望成真就要花點氣力，爸爸要手瓜起整才得，再接再厲，哇好厲害，最終得償所願。成功，咁最後點咧？爹哋幫我食。就算冇一擊即中，未快高長大都會誠心許願，希望合家平安。小朋友嘅願望唔一定得學業進步，求健猛進啦，同埋可以買部遊戲機咯。寫咗成好多個願望啊！最大嘅願望就係心想事成，所有願望都會成啦。大個仔大個女嘅就試下靠自己。你掟咗40幾50次咧，連棵樹都掂唔到咧，你有咩感想啊？你天黑啦，就嚟快啲啦嚇！好嘢，得咗啦！佢哋上年嚟呢一度，願望仲喺個肚度。B B 啦，羊年快樂啦，身體健康啦。今年帶埋 B B 翻嚟，證明願望成真。耶！個寶碟訂得越高咧，願望成真嘅機會就越大啦。等我都要訂高啲先，都成功咗，仲訂得幾高添喎？睇嚟我嘅願望咧都好大機會會實現啦。林村全日人頭湧湧，仲有鼓聲、锣聲、送羊迎猴。有線電視記者吳子敏報導。新界鄉村過年的氣氛特別濃厚，八鄉吳家村就按照傳統舉行千人盤菜宴，由祝子欣帶大家去陳阿姨樓。大年初一當然要熱熱鬧鬧，不客氣了，你夾我又夾，發財好事，吃隻蝦笑哈哈，最重要是人人有份。八鄉吳家村每年大年初一都會舉辦千人盤菜宴，村民、親友甚至係已經移民嘅，大家聚十一堂。呢個傳統已經超過50年，今年就延開170席。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。細個喺圍村長大嘅村民就專程翻返嚟老家感受氣氛。想找回過年的時候那些團聚的感覺，現在城市裡面很少找到這些氣氛和感覺。我們小時候時就不是這樣的形式的，大家交換禮物那些，現在搞到都很虛陷，因為很多人搬了出來，一年差不多一年聚一次，大家都很開心。要預備咁多人嘅盤菜，村長就話一個月之前就已經要開始準備㗎啦。不過咧，辛苦啲都冇所謂，最緊要係大家食得開心。食完盤菜，亦都有人去祈福。
黃大仙祠外面人龍不絕。廟內香火鼎盛，除了為自己，亦都為香港祈求。合家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，香港啊少啲爭拗。黃大仙祠在年初一至到十五都會延長開放時間，去到下午6:30，方便市民參拜。有線電視記者祝智恩報道。